来，兄弟们，让你看看植物人。今天我们要打一个灌伤流，看看我今天的灌伤流。对面也是灌伤的，对面是第一代灌伤，顶起来，抓到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节奏不对啊，先插。哎，我去，停啊！对，碰见这种忍者，如果你不果断的话，你可能就没了。跳，我跳不走。大哥，我哎，看血量，看血量。大哥，到底咱两个谁是灌伤？不，没有。我声音大了哈，你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玩灌伤的吧。还好。哎呦，行，可以怪对嘛，关键是谁来了都得给这个最早的灌伤哥一点面子啊，这带走。哎哎，放技能，放技能，我让你放技能，没了吧你。哎，打来打去，最后还是要靠我们的百豪杠手，两个人全没了。哎，霸体强吃我的通灵啊，我的通灵白亏了，最后一只通灵也没了。看出一个通灵，等一下，哎，上墙砸到爆摔，扔墙上，走，哎呦，这走位还走不掉，没事没事，他刮痧嘛，刮痧嘛，门师傅的刮痧能力还是，咦，行行。抓你后腰，怎么不中断你的费力斯？你就挖接挖掉，在下面。你想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啊！今天的百豪杠手难道不在状态吗？替身冲豪拳想走，哎呀，两个技能全空了，太鲁莽了！这种打法太心，哎，如何？又能如何？让你接，没了，没了。赶紧触发我的秘卷，触发了，冲豪拳带着我，还有最后一个骨架，最后一个骨架，我们的血量堪忧，不能吃他的阿玛提拉斯，拿骨架往上走，走得慢，冲豪拳顶上，他替身，哎，重闪没事，爆摔，这个距离刚好够我的爆摔，一拳两拳三拳，一拳两拳抬手一拳，一拳两拳不对，抬手一脚，一拳两拳抬手一脚，一拳两拳，哎。一二，哎，爆摔，拖一下替身时间，赶紧，再不替身你就没了。法一甲，我触发秘卷了，你怕不怕？冲豪拳抓你后摇，一二三，再见。哇，这百豪杠手带这个毅力是真的爽，很尴尬吧？天空中巨大一个火字，吃老娘一拳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